的国产疫苗高端有获得 WHO 它赞助的团结临床试验的疫苗，其实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那头先最先他从这个20款的候选疫苗，以前大家知道有16款，然后讲现在有20款，那其实世界有的疫苗比这还多很多，也比这多很多。那这里面20款里面他选出两个，一个是高端，那一个是美国的 Innovio， 这样两款疫苗然后做这种团结式的一个临床试验。那换句话说，希望这个能够在有这样的疫苗最后在 WHO 如果有认证之下，能够更广泛的提供给世界大概就是缺乏疫苗的地方，高端能够获选，继续进行世界多国 多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实验，我们也感到替他感到非常高兴，也对我们自己国产疫苗未来的发展更是乐观。以现在而言，第一它第一个意义当然就是在 WHO 这样的一个各国的专家被认为就是说应该是相对认为是优秀的疫苗，有发展潜力的疫苗。然后第二个临床试验的相关的费用是由 WHO 来做赞助。然后第三个，如果当然它通过了，当然讲说如果是通过了以后，那我相信就 WHO 变成 WHO 认可的疫苗的机会应该是很大，这毕竟是在各国的专家的监督之下所完成的临床的试验。好，那当然如果回来他可以拿这样相关的数目来跟台湾在这里那申请，一方面如果时间到就延长，还没有时间到就 延长 EUA， 那或者直接可以申请来做认可的药证。好，那这都到时候看他的一个科学的数据来定。那我们必胜执行长一向在公领域表现得非常好，好，那里面在私领域的事情那一切我们带他水落石出，好，那目前没有任何要跟动的计划，我们指挥中心或者我们现在医福会还非常需要他。跟上午有到花博去看，好，那事实上这个人数是非常的庞大，好，那打的也井然有序。好，那我也去了解就是说在一开始大家有所抱怨，好，那确实那个时候开的打的时间比较晚，然后又刚好第一批开始打都是我们的年长者，所以他们的生理时钟比较早，所以就习惯来的比较早，那又刚好下雨，所以整体在外面虽然也准备了一些预等待区，像预等待区我昨天去就没有人，因为里面的场地就够大，可因为还没有开始，所以那预等待区就会有一点混乱，那造成一些抱怨。好，那后来相对打的年纪相对的比较轻，好，那所以对预约的时间就会来的比较准确，美容来个像你照好啊，第一段啊是要的是好，我们年长者都习惯好较早的起来啊，等足久诶，啊等足久看来的干七点来点啊，七点都还未开咧，好，所以就会形成这些混乱。那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，未来在一方面也要宣导大家尽量照着预约的时间排定的时间过早来，也相对的效率也不高，照着时间来那秩序会最好。